实在太炸裂了。这是新赛季以来最炸裂的逆转。丢失一局的林俊毅在第二局提速后，直接轰出一波漂亮的11-0，追分的过程堪称一绝，霸道进入第三局，在不失速度的情况下，还有着绝对的观赏性，可谓是打出了天下无敌的霸道。决胜局的重拳出击，甚至让郑嘉恒忍不住对其竖起大拇指，真正做到了全场为其点赞的程度了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两人对阵的首局，可以说林俊毅是有些慢热的，直到最后阶段才开始提速，接连拿到多分，但郑嘉恒的优势过于明显，显然没有给其太多的机会。在一个多拍后，郑嘉恒抓住机会，重杀之下拿到第一局的胜利。第二局双方都开始了提速，但林俊毅在往前到后场球的处理上时常会出现一些失误，或者是给到郑嘉恒非常好的进攻机会，让其在上半局的焦灼中拉开差距。但就在郑嘉恒通过一个杀上网拿到15分后，本场比赛最炸裂的时刻来了。随后的郑嘉恒比分完全定格，直到本局结束，非常霸道且具有高度观赏性的11-0。简直强势的不讲道理，极限的就往前球，再给出一个极限的勾对角，让郑嘉恒只能目送球的落地。现场观众这个词用在此时的郑嘉恒身上是再适合不过了。林俊毅在第二局就以这种瞠目结舌的方式完成强势逆转，双方打平，进入紧张刺激的决胜局。
东北主动让郑嘉恒跑起来，随后接上一个轻吊往前，郑嘉恒没能跑得过来，再拿一分。可以说这一份充满着惊险与刺激，更是打出了林俊逸强硬的实力。郑嘉恒好像是竖起了大拇指，仿佛为其强硬的实力所折服。赛点，郑嘉恒也开启了猛攻夺分。在这种极限球的情况下，林俊逸依旧没有放弃，甚至逾越旧球在地上都摩擦了一段距离。俊逸的连续得分能力简直一绝，霸道的进攻端和敢拼不放弃的防守，让其能够在激烈的对抗中脱颖而出，但在往前的细腻博弈中却有着一定的失误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最后一分在郑嘉恒的往前失误中拿到，顺利完成了这次漂亮的逆转对阵。